在今天晚上，我们得知了消息，前国足主帅、执教加蓬国家队的卡马乔被解雇了。他是在16年的年底和加蓬足协签约了两年，当时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可以打好本土进行的非洲杯，但是没想到拥有奥巴梅扬的加蓬队连小组赛都没有出现。之后卡马乔带领加蓬队的成绩很惨，他一共执教了加蓬队17场比赛，但是仅仅拿到了两场比赛的胜利，这样的成绩也是让加蓬足协很生气，他们最终解雇了这位老帅。加蓬解约付出的代价不是很大，卡马乔在加蓬国家队的年薪是80万欧元，现在距离合约结束仅仅剩下两三个月而已，所以基本上只需要支付很少的钱就可以解约他。说到卡马乔，大家想到的是肯定是他带领中国队在合肥以1-5的比分输给了泰国队，而且泰国队派出的还是青年队为主。那场比赛之后卡马乔就被解雇了。需要说的是，当时卡马乔团队在执教国足的时候薪水很高，据悉是万达集团也参与赞助主帅年薪的，而足协应该也出一些，类似于现在的恒大和足协给里皮高昂年薪一样。当时的万达就是想为中国足球国家队做点事，但是没想到的是卡马乔离开之后还和中国足协扯皮上了，当然是因为违约金的事情了。后来这件事情应该解决了，足协肯定得掏腰包，而现在卡马乔从加蓬下课了，职业球员生涯很显赫的他很显然执教水平并不高，在执教中国队和加蓬队都被炒了之后，估计卡马乔还是会先休息一段时间，毕竟他现在也不差钱。